公主，这个药的使用方法是放到香薰里，闻到它的人发起作来会神志不清、疯疯癫癫、胡言乱语，甚至连自己的亲爹亲妈都不认识，只能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，可能会自杀，也可能会杀人。公主，这个药非常的危险。 也只有贫道才能救你了。